老板，算一下多少钱？你好，你一共消费600。你点一下。哎，明哥，你怎么又把账结了？说好的我结的呀。谁结不一样？下次不能这样了啊！来，兄弟，你买吧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哎，扫一下。一共消费600。哎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没电没事啊。我这有充电宝。哎，我充电器落在车上。充电器落车？来，你看这线行不行？呀，哥。你这线儿跟我这也不符啊，不符啊。那你看看这个，那哥们儿，三个头的。你这个好像我也插不上。插不上，插不上没关系。来，兄弟，你看这些，哪个能插上？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儿呢？来吧，现金多少钱？600吗？正好啊。这老板挺较真儿啊，我就不信了，自不量力爱装逼这个劲儿。